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是周六，好，赢了，赢了，拿下，这个次拿下了，这个次拿下，我们就可以升级快一点了，已经十斤，下周就能20。那一会儿又会被拿下来啊？怎么拿下？这个从头打到尾，这个城他就拿不下来了呀，从头打到尾他过不来呀，这个城再打。哦，上面的城继续打就行了。对啊。哦，好的好的好的。大对不起，下次来吧，不要在这。好，我们都没看到，什么都没有发生。就是没看见，下次来。偷税漏税200没什么问题，不是啊，我们这个。偷不了的，因为他那个直接是我是有多少收入就报多少税，因为我才交了他妈19万的税，已经被人盯上了。虽然没有被罚，没有被罚，但是人家就是让我好好交税，你懂吗？就是现在有工作室了，然后给小龙发的工资呢，这些都可以抵扣了。之前给小龙发的工资、买的设备、开了票的都不能抵扣，哪怕我给小龙发的工资，小龙工资也算我自己的收入，我还要再交个，比如给小龙发5000工资，我要再交500的税，这所以我就有19万的税，是这么来的。好，这边这活动就做完了。然后当初给七里充了36万，然后我又收入有36万，那这部分我也得缴税，明明一毛钱没有赚到的，还要再缴个4-5万的税。所以呢，这个东西呢，其实是当初我们无知，不知道早点去搞一个工作室，做个大网红的，也不偷这个税。反正我们不是大网红，但是尽可能合规。反正缴税的话，其实缴个19万太过分了，因为我们预计呢，真实的话应该交个3.5万到4万就可以了，但是缴了19万就确实是过分了嘛。哎呀，稍微等一下，咱们换5块钱吧。就是因为我没有提前创立这个工作室，各位，所以大家要是以后有机会跟大家讲讲这个东西啊，肯定很快。反正大家要创业的话，你要一个月有个3万的这个什么流水进来，还是要搞个工作室的，是这么回事啊。大网红怎么偷税漏税和我们没关系，但反正死的人也不少，咱们还是不要搞这些事情。国家对于这个工作室的这个税收是有减半、减半再减半，那个是我财务告诉我的，他就说。在那上面是有减半的。去年下半年是那个本来预计要交11000的税，只交了5100、5200的税，它就有个减半啊，就挺好的。最终的税率好像就只有个6%左右。来吧，大家开始活动。来，咱们看积分大奖，看能不能换娃。这个东西一定得要的，最强的。嗯，好。珠子不要，先不要，等下来。这先换了，这肯定要。这高级的要点嘛，这肯定要的。这东西不要，那就嘎了呀。这也这个满了吧？应该。应该满了，这个得换。应该满了。但是你这个能放到仓库里吗？这个放不了。那还是不要对换。对啊，每次造成伤害，这东西肯定得选两个输出的。每次给美云才造成伤害。这边拿什么弥补？这边还有个啥？狂，这叫磨砂，磨砂之势，累计受到伤害值，那这个东西是防御。看中枢死了没关系，死了这个是不是我们这个大奖还没上完是吧？看一下，应该不至于死了。得保证这个城别被拿下来。你看还剩14个人，咱们这边。到没了，没事，他是学小号。对，小号慢慢来。哦，之前给别人玩号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把你7000钻花完，2级密码也改了。2级密码重置要怎么样？重置要等很久啊，他得需要3000才能重置啊。那么就是你3天没上线，来。合成它有3DCG， 反正这个号最好还是不要乱借，就像是自己，就有点像什么，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啊，相当于把自己老婆借出去，然后你说别人说我就借来看一看，我也不会怎么样伤害他，但是老婆借出去之后人家想怎么搞就怎么搞了，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的，所以你最好不要把这个号借出去，车子也不要借出去，老婆也不要借出去，号也最好不要借出去。好，这已经满了，写成五星的，大家这个技能已经看过了，咱们这次就不看了。对，录制就到这了。好，大家好，今天是4月24号，今天咱们直接可以升一级神，还有一个重建唐门活动，好吧？问心局前往。哎呀，其实昨天就可以，大家其实昨天咱们就可以一级神了的，为什么不一级神呢？因为得给大家看，今天直接召唤修罗神。好，修罗神、修罗之神、邪恶之神加赛莲之神，直接成就我们的一级神邸，骁龙神邸来了。来吧，现在全部升5级吧。来，这升10级，应该能升10级吧？能全部是10级吗，大哥？才好，差得多。出来，1000、2000、3000，看没3000，直接14900，来直接换小龙的龙角，这就小龙的龙角，快了吧？先把重建唐门拉一下吧。我生活在实行期间。
好，重建他们合作咱们就吃完了。来，大家吃好东西绝对选千机变，我跟你说打死都选千机变，如果我不信千机变你再买老公茶来吧，站里开始砸。我看啊，一个加多少，60万674200万。好，这里有1亿，大家这毛毛虫有1亿在里，这里我操可以吃600多个，我的面子还不够啊。三十，保守一点，保守一点，保守一点啊！好，保守。四圣太嚣张了，神辉徽章，来这里吃一下，这个啥？时间小龙出脚，不是你换上那东西了？哎呀，你也配啊！我操，加134。小龙出脚，看到没？帅不帅？怎么绿油油的呢？哈哈哈哈哈！这不是说有没有说法？对呀、啊，这不是小龙出脚。我们重新说一下，他不是小龙出脚，操！小松不懂人情世故，说20斤9摁一下，摁不了一点，我就看不惯人装逼，兄弟。他太能装逼了，我就看不惯这点。哎呀，大家看到没？这个精神，我都说了，开四圣，开四圣，开四圣，你偏偏开个三圣，你让那左边兄弟怎么想？能不能来点人狙一下小龙啊？他这副嘴脸，你们这看得下去吗？就哎呀，其实真想点这边的。哎，小龙就想坑右边兄弟们。大，为啥大他左边我一个一样，我都给左边了。发车。好，大家，咱们今天 H5就播到这了。